哎，雨芳，我问你哦，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宝贝的东西？我吗？你还用问吗？我的宝贝当然是我们家那四只狗狗啊。你家才四只哦，我家可是有8只哎，它们都是我的宝贝啦。有什么好了不起的？好，那下一首为大家带来的就是《宝贝》。嗨，大家，又是我。然后这一首，我是我们50届的资讯长兼财务刘宇芳，然后他是我们50届的器材长兼什么？他叫林永安。哦，他是美萱。好，然后这首是宝贝，就算是我们两个就是比较共同的事情，就我们家都有养狗狗。谢谢大家。